一寺空战以来的3个多月中，中日两国空军殊死搏击。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的高志航、刘粹刚、岳以勤、李桂丹，先后为抗战杀敌，折戟殉国。虽然日军也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被击毙327人，但中国空军仅有的不足300架飞机，几乎毁损殆尽。再战，不亡才见鬼呢！不能说，蒋介石、毛泽东，你们主张抗战，那就是爱国；我汪兆铭主张和平，就是投降。无耻！这种人，竟然当了10几年党主席，还讲一套汪汪大言，真是给党国丢脸啊！来来，欢迎毛主席跟我们讲话。同志们好啊！毛主席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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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好。纠队的同志们，你们成立了救亡师，这是一个不大的举动，但是它的意义很重大。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救亡。现在呀，在中国又出现了战则亡、活则存的声音。投降的论调无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还是投降。这是敌人阴谋在抗战阵线内的反应。这种危机啊，是严重存在的，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不让亲日派得手其间。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唯有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到底，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是全国人民现阶段唯一的总目标。他们打他们的，我谈我的。我这是曲线救国。我的意思是，先让高宗武跟日本人接触一下，谈也好，见也好，最好不要在南京，也不要在上海，在香港和日本谈是最好的。戴笠的耳目太多了。那就抓住这个机会去谈。我们向我国的腹地退却，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这种战略战术，与其说是用我们自己的剑去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我们给敌人制造的疲惫，去拖垮了敌人。韦奏说得好，这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卷880页上所说。格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一个防御者在一次失败以后，他退却的话，受到的损失要比主动退却大得多。毛主席，自从77事变以来发生的每一次战役都是被动退却吗？对啊，对啊，说的是，说的是，对，是。那是因为蒋介石虽然下了抗战的决心，但仍祈求与日本妥协，与依赖国际裁决。这几次战役打下来啊，对于日军的消耗那是有的，可是呢，并没有挫败他们的锐气。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他们并不是势不可挡的，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战胜他们的问题。12月5日，日军飞机一波接一波掠过南京上空，炸弹雨点般坠下，六朝古都笼罩在浓浓烟火之中，四下里都嘶鸣着空袭警报，
到处都是逃窜的人群，数以万计的南京市民在轰炸中流离失所，只能涌进国际安全区去寻求庇护。喂，唐山镇遭到攻击，芜湖怎么样？是不是还在我们手里？喂喂喂，听到吗？什么情况？喂，柳川平助率领的中路日军已经抵达栖霞山、汤山、淳化一线的外围阵地。牛岛真雄和国旗灯率领的南路日军进入芜湖，距离南京城下只有100多公里。敌州利兵率领的北路日军沿长江一路西来，直逼栖霞山。面对来势汹汹的三路日军，中国军队第74军防守南路，第66军防守中路，防守北路的则是第83军。51师守军奋勇抵抗，杀敌甚多，居然坚守阵地达2天之久。由于没有后援兵力，该阵失守。南路日军第6师团占领牛首山后，主力向中华门推进。第9师团占领大校场机场后，向光华门、通济门推进。中路日军第16师团占领汤山后，直奔麒麟门、白水桥。12月9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司令官殿，これは東高勧告書だ。この講和条約が結ばれ、平和的に南京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れば、勝者の数も減らすことができる。上海での我が軍の犠牲が多すぎたからな。はい。百万日军已包围南京，归军若侥幸应战，南京必然沦陷。千载文化今为灰烬，故本司令官奉劝贵军和平开放南京城。如果12月10日正午仍得不到任何答复，日军将开始进攻南京，大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我既然向委员长立了军令状，就是松井石根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不投降。还是那句话，是与南京城共存亡。命令，搜查劝降书，军心不可动摇，民心不可动摇。上海能打3个月，南京为什么不能打3个月啊？对，我要背水一战。命令，所有船只由司令部统一调拨，关闭所有码头，任何人及部队没有命令不得渡江，违者就地正法。是是。司令官殿，司令官殿，もし中国軍が投降を受け入れるならば、今双方の代表が中山門に着いたはずです。中国人はなぜなかなか来ないのだ。待ちますか。あと10分待て。
司令官殿、知らせは参りません。もう1時間も過ぎております。司令官殿。中国人は降参しないはずだ。よしやれ。12月10日午後1時、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向南京发起总攻。日军第六师团突破第58师防线，从正南方猛攻第88师雨花台阵地。日军在炮兵及战车掩护下，向第151旅水西门外阵地猛烈攻击。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在重炮掩护下向紫金山顶峰发起攻击。第16師団は紫金山を猛攻撃中。本日中には占領できると思います。第6師団は宇華内と中山門を攻撃し、本日占領できます。南京政府軍は我々が包囲し、城内から出られません。よし。南京が見えたな。そうです。南京城を開ける鍵は我らの手中です。12月12日，
日军突入中华门、中山门。这一天，日军五个师团对南京城扩阵地以及南京城垣的攻击达到了疯狂的白热化程度。中午前后，日军攻破中华门，第八十八师被迫撤出战斗。为了躲避战火，各国使馆、外交官、新闻记者与中外难民一起准备登上英国商船撤离南京。南京から逃げ出した難民船のようであります。難民？配送してきた軍隊ではないのか。南京の前線に連絡しましょうか。間に合うものか。砲兵に直ちに砲撃命令だ。南京から逃げ出す船は全て阻止せよ。大佐殿、この船は外国船のようです。英国のレディーバード号です。偵察の電報です。読め。ウコと南京の中間に3隻のスタンダード石油会社の石油船と米国護衛艦パライ号が停泊しております。砲兵に命じてレディーバード号を攻撃させ、航空隊に命じてパライ号を攻撃撃沈させよ。大佐殿、これは米英の船です。下手すると国際的事件になります。満州事変、上海事変、北支事変、どれも我ら陸軍がやったんだ。一兵卒が大きな事件に関われるのだ。いいじゃないか。早くやれ。はい。
伪作手谕，扬州顾祝同总司令急转南京唐总司令，并罗留副总司令，首都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蒋中正，民国26年12月12日。现在我宣布撤退命令，今天晚上8点，部队开始撤退，除宪兵、特种兵，卫戍司令部由下关码头撤退，其他主要部队从中华门、中山门开始突围。长官，那是日军的正面，恐怕不成。如果不能成建制，就化整为零，然后在芜湖以西、浙江以北集结，一江门码头，有36师警戒，掩护撤退。是。不服从命令者，射杀无论。是。站一吧。日军相继占领水西门、通济门、光华门，南京各重要屏障相继失守。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浩浩荡荡地涌进了早已在炮击中洞开的中华门，侵略者登上早已千疮百孔的古老城垣，金陵城头飘起了太阳旗。苦守了两周的南京保卫战结束，南京沦陷。还有就是，日本方面又在原来6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条。一，放弃荣共、抗日及反满政策。二，扩大华北、华中、内蒙的非武装地带。第三，承认内蒙古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那么现在一共是9条了。这些个条件是这些年日本未能得逞的老调调。为内蒙古自治实际上就等于扩大了华北不驻兵的区域。在华北战场啊，他们打不走我们八路军，而且我们会越打越大。还有啊，他们要求改善关税，实际上就是他们要求降低日货的进口关税，把更重的负担扔给我们中国人。毛主席，您认为国民政府会是什么态度？我估计啊，蒋介石先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的。可是汪精卫和他的团体虽自称低调，却一直与抗战高唱反调，大肆鼓吹战必败、何谓必大乱的投降言论。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站出来，将这种亡国论狠狠地驳一驳。要告诉博古和恩来同志，一定要用上一切的力量，支持并鼓励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坚定抗战的决心。赵明，有大事了。汪主席，日本朋友捎给我们一个消息，这是日本刚刚做出的决定，他们将马上通知中国政府。帝国军队在攻陷南京后，仍然会给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的机会，可以继续等待。帝国政府期待能够与中国政府真诚合作，建立新的政权。
赵明，千载难逢啊。俺の命令を伝え。入城次第捕虜全員を殺害せ。はっ。焼き捨て一文字も残すな。はっ。城内に残った敵を粛清せよ。おとなしく従う者が平民、従わない者は敵だ。はあ。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15日，已解除武装的军人9000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16日，日军又从中日双方都承认具有中立地位的安全区内搜捕数万青年，绑赴下关煤炭厂枪杀。18日，日军将城郊难民及战俘57000余人驱至下关草鞋下，用机枪扫射，然后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纵火焚烧。由于日军疯狂的强奸屠杀，惊恐万分的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涌入安全区，最多时超过10000人。实际上，安全区对妇女来说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日军强行闯入安全区，到金陵女子学院强奸妇女，抢劫钱财。在占领后的1个月中，南京市内就发生了20000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连8、9岁的幼女和70多岁的老妪都不能幸免。许多妇女在惨遭蹂躏后又惨遭杀害。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在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0000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1/3被日军纵火烧毁，南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而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南京は陸長のことだ。大日本の皇軍が歴史を塗り替えました。陛下が歴史を書き換え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南京占領はこの歴史の序章に過ぎぬ。東南アジア豪州も含んだ大歴史が書かれました。陛下の筆によって。今考えておるのは、中国の目処が立てば次はソ連だ。北進は我が国の国策である。ドイツ外相リッベントロップから
ヒトラーの伝言が届きました。ドイツが欧州またはソ連で行動を起こすとき、日本は必ずドイツの側に立ってほしい。また軍事行動も起こしてほしいと。中国の首都は陥落した。中国は頭を垂れるであろうか。そうすると思います。私もそう思います。来来来，都把这挂起来。是啊，这行吗？都挂往这儿挂成吗？这边这样呢？来过来，来这边去。往上点，往上点。哎，好。李侍卫。李侍卫。啊，在。拿过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回您的话，这都是吉冈云挂吩咐的。今晚全城各处必须燃放庆贺烟花，连皇宫也不能例外。再举高点。哎，好。李侍卫。在。皇上怕吵闹，还是把他们拿远些放吧。是，赶紧拿，快点，赶紧拿走，别惊动皇上了，快点这边。皇上，这是在放庆贺烟花呢。皇上。吉冈御用挂求见，请。皇帝陛下，皇帝陛下，大日本皇軍が南京を陥落、これほどめでたい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ので、皇帝陛下には明日、天照大神にお参りしていただきます。天照大神。我已经发去贺电了。職電はすでに送りました。会場の準備はすでに済んでおり、儀式に参加いただく各界の方々や政府関係者への連絡もすでに済んでおります。皇帝陛下にはお早めにご準備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明日はいかなる間違いも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万不可有什么差错。天照大神是个什么东西？这天照大神是个女的，据说是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教的最高神灵。
夫人，请。夫人，我昨天来的时候，梅先生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为了准备您邀约的演出，昨晚在外边排练，出汗着了凉，早起就开始发烧。对不起，想让11年前在东京的盛况再现于中国南京。看样子，家父这个心愿要落空了。梅先生时常提起您父亲，说他是日本能剧的第一大师。当年家父带着能剧团，跟梅先生合演了一出《霸王别姬》，堪称经典。夫人，夫人，您看。夫人，我可以看看吗？39度5。森田さん、これで歌えますかな。让梅先生好好休息吧。それでは、南京占領祝賀式典はどうなる。梅先生，希望您能早日康复。夫人告辞。吴大夫，不会烧坏了吧？不知道，好人打上一支盘尼西林都会烧个2-3天。梅先生已经连打了3针了，我佩服他的骨气。为了不给日本人唱戏，他是豁出命去了。真够高的，哎，没事儿，我呀打小练功，底子好着呢，放心吧，没事儿。But it's general knowledge that the capital of Nanjing is occupied by Japanese. The Chinese will yield and bend.日本占领了首都南京，是不是意味着要亡国啊？日本人想通过占领首都来逼我屈服，坚持抗战，首都一定会夺回来的。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历来都是以非正义的失败而告终啊。再说了，他们日本国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侵略中国却是东边要打，西边他也要打，你说他能不失败吗？ They're destined for failure. Seems my husband was right. He said that Mao Zedong is very charismatic and outspoken. 他说他先生说您很有魅力，讲话特别有煽动性。你的丈夫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他把中国介绍给了世界，我看你也可以继续他的作用吗？可以把中国南京实现以后中国人民的态度告诉给全世界，中国一定会打下去的。只有一句话，中国人绝不会低下头，反而会把自己的胸膛挺起来的。
Mr. President, Mr. Simpson is here. Did you see the newspaper? The attack on Nanjing is really outrageous. I've got something much more shocking than this newspaper. Oh? This is a documentary film which is popular in the U.S. recently, Mr. President. What is this about? You remember the Panay incident when the Japanese sank our warship that was evacuating civilians from Nanjing? The Japanese claim that their pilot mistook our warship for a Chinese warship. That's pure Japanese bullshit. This tape clearly shows the face of a Japanese pilot facing the eye-catching logo on our ship. This was a premeditated act. How dare the Japanese attack American vessels on the Yangtze River? But 300,000 people were massacred by the Japanese in Nanjing. We must take substantive action against them. Immediately lodge a protest against Japan. Tell them we expect a specific explanation about their actions. So for now, we just acquiesce to all their evil acts. I've always said war is a plague. Americans do not want to be involved in war. The Japanese make me nervous. The important thing now is the Japan market is critical to the American economy. So what do we do now? In order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Far East, we may need to take substantive action, not just aid the Chinese morally. What shall we do?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s too early to take any action. When will America take the threat of Japan seriously? America is not ready for a war with Japan. As long as Japan does not act recklessly, I will take actions to minimize the risk. Excellent.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Tokyo said in his report that the Germans are planning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China. They show a close friendship on the surface, but still they sell weapons to China. Well, Germany is unwilling to see their painstaking efforts reduced and taken over by Japan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Britain is in a difficult and delicate position to contain this potential enemy, as German expansionism is obvious. Did you know that Hitler has prohibited discuss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Germany? How comes Hitler keeps hiding the ugly truth to the German population about what Japan did in China? Seems conflicting with their own interest by helping China. He wants them hampered in China. In his own words, he declared that Japan is against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t appears that they want a bigger piece of steak on their plate. That's right. That'll be better. 森森，校长，怎么样？这是郭泰奇发来的电函。按照校长的训示，他已经召回国联，要求他们马上采取措施，制止日本人的侵略和暴行。但是国联迟迟没有反应。英国伟大的如此干脆，直接拒绝向中国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是的，郭泰奇已经得到英国明确表示，说任何给中国的援助，最终必将落入苏联手中。首先，我们要完成这次部队的集结。在叶挺和向英同志回来之前，有些工作我们可以先搞起来。好。我们虽然已经通知大家到皖南涉县来集中，但由于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原先分散在8个省、14个地区、40多个县，再加上地方反动武装的层层阻挠，说实话，
咱们部队集结起来真的是困难很大。到目前为止，国民政府其实只给了新四军一个空的番号，除了宣布叶挺为军长之外，其他有关编制、装备、补给和指挥机构等问题都还没有下文，许多工作很难开展。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他支持要干，不支持我们也要干。这段时间啊，陈毅同志派我到苏中和苏南去了几趟，带回来这张地图，过去看看。啊，好，走走。来，那行。大家请看，这是苏南的茅山地区，它是一片起伏不大的丘陵，向外可以辐射到镇江、句容、丹阳和金坛。但是这地方除了几座小山之外，大多是平原啊，怎么能打游击战呢？我观察过，这一带啊是平原水网地形，虽然平坦，但河道交错，敌人通常只能通过几条公路来回运动。但是红军没有在平原打游击的经验，而且中央指示也是开展山地游击战，这件事是不是再考虑一下？从军事上看，如果新四军东进江苏，挺进茅山，不仅可以在沪宁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可以威慑南京、芜湖和镇江的日寇，这无疑是在敌人的心脏插下了一把锋利的尖刀啊。说得好，东进，新四军一定要东进。我们要学会在平原开展游击战，因为只有这样，新四军才能真正成为共产党在南方的战略队伍，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造一支中島君、今や南京城にあるものすべて16師団の戦利品になったな。入り口に立っている保証兵でさえあれやこれや実家に送っておるな。ん？好きなだけかさらっていくのは何も16師団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好奇心がありますから、これも戦場での心理というもの、気持ちはよくわかります。新郎殿下、これは民国本の王陽明文集であります。なかなか面白いものかと。素晴らしいものだ。戦争で負けた側にとって所有権を無視されるのは辛いことだが、勝利した皇軍から見るとこれは決して戦場の道徳に反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ただ一部の英米人が南京におけるいわゆる大虐殺を批判しており、さらにいくつかの国際団体から日本政府に抗議の声が上がっている。これは我らの印象を傷つけるものである。シナ人などどう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せん。シナ人への処置は言わず、認めず、広めずであります。分かっておればよい。うん、この本は後で拝読いたそう。それから橋本金太郎を探すのだ。あいつは人殺しに狂って大砲で長江に停泊している英国の軍艦も撃沈した。全く頭が痛いことをしたものだ。私も奴の肝っ玉には逆に感心してしまいます。うん。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这是蒋委员长让我转交给您的信。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对日作战。Говоря откровенно,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хорош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очень важны.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е может объявить войну Японии. Это поставит нас в невыго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我想提醒贵国政府的是，日本的野心不只是中国，他们最终的目的是独霸东亚。Но мы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и ни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а нашей земле. 自打抗战以来，你们的志愿给了我们人民最大的鼓舞，所以希望贵国再次对我国增加5000万美金的借款。Хорошо, без проблем. Мы перечислим вам необходимую сумму, чтобы вы могли купить военную технику. Но постоянно надеяться на помощь извне не стоит. Вам нужно самим развивать свою военну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我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援助表示感谢。另外，我想就中国新建铁路问题与您协商，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中国建成一条贯穿新疆的铁路线。Нет, вы должны построить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военну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Можем оказать вам техническ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дать вам инструкторов.我会把你所说的话如实的汇报给国民政府，中国也会在贵国的支持下奋勇抗战，竭尽全力。谢谢。До свидания, товарищ. 告辞了。被鬼子打散了，这帮该死的小鬼子搞了个突然袭击。报告，前面的汾河渡口已经被日军堵死了，我们无路可退了，长官。别慌，慌什么？一直往那个方向，翻过几条山梁，到山里面就安全了。长官，那边那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现在管什么八路九路的？走，赶紧撤！下马，下马，撤！快，快，快撤！快撤！地图不能丢，电台也不能丢！快，快，快！你们还背着那点军人干什么？嗯？奇怪啊，长官。嗯，好像是有人在替我们阻击日军。是我们自己人吗？听枪声，没有重武器，应该是八路。哦，这支部队素质不错。刚才咱们路过那道山梁，居然没有发现他们设伏的阵地。依您看，那阵地还能布多少兵啊？这么点大的阵地，最多能布置一个连。一个连？嗯，那可撑不了多久啊。长官，咱们还是赶紧撤吧，您的安全要紧啊。走，走。
长官，前面就是进山的路了，到了这里我们就安全了。让弟兄们休息会儿吧。休息会儿。好，兄弟们，原地休息，歇会儿，歇会儿。真是支好部队啊，都打到这个时候了，还能搞反冲锋，难得呀。估计也拼得差不多了，这个连呢，完了。啊，去查查，那是谁的部队？我要嘉奖他们。长官，你看，那边有情况，有人来了。望远镜。军，走，看看去。走。好样的！八路军115师686团312连长王永禄向你报告，我连奉命实施阻击掩护，现已完成任务。这是你们遗留的马，还有那些包裹。啊，好啊。部队的伤亡情况怎么样？我连伤亡16人。哎，刚才那阵冲锋号是怎么回事？连长看见你们已经进入了安全地带了，就让我吹冲锋号。冲锋号一响，大家一起喊杀。鬼子以为我们要冲锋了，赶紧退下去开炮。他们不会想到，等他们的炮弹落到阵地上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撤出了山头。这是游击战术，我们人少，装备差，对付鬼子也只好用这种办法。好样的，好，这游击战打得好啊。兄弟啊，你可立了大功了，知道吗？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可是咱们二战区卫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我知道。哦，你知道啊？我参军后打的第一仗，当时的战斗口号就是消灭第十师，活捉卫立煌。哎，那一仗，我的两个哥哥都牺牲了，可惜没能抓住你。当年你想抓我，现在又为什么愿意救我呢？当年我们打你，是因为你进犯红色苏区，今天救你，是因为我们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哎，兄弟，我们想去西安，走哪条路比较好？南边和东边的汾河沿线都已经被日军封锁了，要想安全的话，往西北过黄河，走陕北，或许你们还能到延安去看一看呢。延安，请等一下。报告主席，卡尔逊先生到了。卡尔逊先生，欢迎你啊。坐坐坐，来。我听说啊，你已经到华北战场考察过了，有些什么体会啊？我看到中国的士兵正在以血肉之躯抵抗着日本的飞机、坦克和大炮，这是很英勇的，但也令人担忧。卡逊先生啊，战争啊肯定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呢也不必太过于忧虑啊。我们中国就像一个大水缸，而日本人呢，总是想用小半桶水就把这个水缸装满，结果就是他的军队开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追上了以后啊，我们又转回去了。日军的问题在于啊，他们兵力不足，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啊，只要我们坚决抵抗，日本就无法控制中国。可事实是，日军已经占领了太原，并且正在围攻五台山的八路军。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种看法。比方说，日军占领了太原，在晋东北的五台山有聂荣臻指挥的部队，晋西北有贺龙，晋西南有林彪，晋东南有刘伯承。我们占住了山西的四个角，对侵占太原的日军形成围困之势，在战略上处于机动的位置。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围困，那就是美国、苏联和我们中国联合起来围困日本，那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呢。我个人倒是很希望会出现这样的形势。卡逊先生啊，我听说啊，你跟我们八路军在敌后啊活动过。这里啊有件皮衣，是我们交货的日军的战利品，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谢谢，这个礼物实在太珍贵了，我一定会告诉罗斯福总统的。哦，你会在罗斯福总统面前怎么评价我们啊？我会告诉他，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家和梦想家。当然，他首先是个伟大的天才。哎，可农啊，孙夫人怎么样？孙夫人已到香港，一路上由李兰同志全权负责，行程十分安全。很好，转告廖承志同志和香港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保护宋先生的安全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李兰同志还说，宋先生准备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我们全力支持他。好。宋先生，有客人来了。孙夫人，陈先生到了。好，孙夫人，陈先生你好，很高兴见到您，坐吧，请来。夫人请。孙夫人，我一接到你的信就立刻发起了组织新加坡的筹赈会，一个月就募捐了1000万新元。孙夫人，你看看怎么协调把它分派给国内抗日的第一线。您辛苦了，孙先生在世时曾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当年您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事业一再慷慨解囊，现在抗日战争打响，您又冲在了募捐第一线，太感谢您了。哎，夫人过奖了。抗日嘛，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和本分呐。您说的是，前一阵子赴美的司徒美堂先生也给我回信了，他在纽约也发动了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南洋的事就仰仗先生了。麻烦您转告南洋所有的爱国侨胞，他们的每一块捐款都会由我带人亲自分派到最需要的地方。好的好的好的。夫人，您为国事日夜操劳，还请保重身体呀。是啊，陈先生说的对，孙夫人为了国事日夜操劳，真的要保重身体啊。任重道远，彼此珍重。中央政治局近期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和抗战的军事问题。会议认为中国必将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央坚决反对妥协。在南京失陷之前，果然有一个低调俱乐部，地址就在南京中山西路西流湾的周佛海家。他们常常以聚餐的形式，参加的人有文人、教授，其中包括胡适、高宗武、陶希圣。他们公开反对政府抗战，说长期抗战、焦土抗战是唱高调。他们背后应该是汪精卫。是这样的，据我们了解，汪精卫一直保持和日本人的接触。所以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组织人走到人民中去，宣传抗战，
宣传统一战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金山、赵丹、白杨都已经到了汉口，告诉他们，欢迎我们的孩子剧团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抗战，反对妥协。好。同时啊，我还有一个想法，在政治上旗帜鲜明的反对妥协，在军事上，除了八路军、新四军积极的进行抗战之外，还要发挥我们新华日报的作用。毛先生，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实在抱歉啊。没关系啊，我这个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经常白天休息，晚上工作。哦，其实啊，我和梁先生在很早以前就见过面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哦，民国七年，我在北京大学做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住在豆腐池胡同杨怀忠先生的家里。那个时候，梁先生是大学讲师，经常啊来杨先生家串门。每次来都是我开的门呐。哦，是的，是的，有这回事。啊，你的记性啊真好。梁先生啊，多年不见，这次来延安，有何指教啊？哦，指教不敢当，不敢当。这次来延安呢，我完全是抱着讨教的态度的。老实说，我对目前抗战的情况是非常的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政府里上上下下缺乏信心，社会各界的情绪也十分的悲观。我担心呢，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何在？中国会灭亡吗？梁先生啊，大可不必悲观，中国不会灭亡。毛先生何以如此肯定？对于战争问题，首先要分析双方的特点。日本啊，它的优势是其军事力量强大，而它的弱势呢，就是人力物力不足。最重要的是啊，他们战争的性质是反动的，在国际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反之呢，中国的军事力量较弱，但是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并且我们还具有大国的条件，可以支持长期的战争。两相比较，日本只有一个优势，而中国的优势呢却有三个，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获胜方是中国，而不是他们日本。可现实是，日军正在获得节节的胜利，中国军队正遭遇失败啊。这是因为啊，目前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过于悬殊，以至于啊掩盖了中国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但只要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最终的结局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毛先生对如何抗战有何高见？三个字，持久战。战争的第一阶段必然是敌人进攻，我们防御，第二阶段呢，则会因为双方的力量平衡而形成战略相持阶段，这是敌我转变力量的枢纽。而国民党只看到持久战，又不承认战略的三阶段论，尤其是啊，有一个很长的战略相持阶段，那就等于穿着持久战外衣的苏生论。而第三个阶段将是我们发起战略反攻，迫使敌人撤退，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基本趋势。这么说，中国不会灭亡，但是也不能迅速获胜。对，不能速胜。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军民的游击战
将上升为主要作战形势。毛主席还在跟梁先生谈话呢。是啊，他们已经谈了四个多小时了。是吗？你这样，赶紧叫炊事班给他们送点夜宵过去。去吧。是。可你说的游击战究竟算是进攻呢还是防御？是辅助的进攻，也是积极的防御。因为抗日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场消耗战，而游击战则恰好是消耗敌人、保存自己的最好手段。主席，工作这么久了，吃点东西吧。好，放下，放下。梁先生，这既是夜宵，也可以算是早餐喽。我只吃素的。素的，全都是素的。我们可是同一战线嘛。好。毛先生啊，这几年来对于抗战的前景和如何抗战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让我如此的信服。我也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今天你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梁先生，你太过奖了。不不不不，你对抗战未来的高见无论如何的褒奖都不过分。我倒是恳请你啊，能够把这些见解写成专著，广为发表，相信一定会对中国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梁先生啊，实不相瞒，我现在正在酝酿写这么一本书，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做《论持久战》。请。宋先生，李兰，李兰同志来了。对不起，打扰先生了。您请坐吧。知道你来一定是有大事的，你说吧。先生，周副主席来电说加拿大有一个医疗队来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听说已经到香港了。先生知道香港有一个国民党专门接收物资的小组，以前啊，这些救援物资呢都由他们接收，并且把这些物资都送到了国民党军队那里。唯独啊，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那里一点都没有得到。好在这个医疗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物资和先进的医疗器械，更关键的是还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叫什么名字？诺尔曼·白求恩。Please, cheers.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Welcome to China, communists from Canada. Thank you. I'm surprised you know so much about me. You just came back from Canada from Spain, but you'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war against aggression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That was 1931. The Japanese had just invaded China. Thank you. I didn't know much about China then.I can tell you more. Chinese are fighting. Just like the Spanish and all the other anti-fascist soldiers. I could introduce you to fight with the real soldiers if you want. It's a deal. I'll ask my trusted fellow to take care of you. Oh, I am very independent. I don't need any special treatment, thank you.
Take it easy. It's not a special treatment. She is a communist, a Chinese communist. Oh? Welcome to join such a sacred war. Please tell your friends, Chinese will be the victor. Yes. The chopsticks are held like this. You see it? Yes.Yes. Oh. That's it. Tastes wonderful. Delicious. Absolutely delicious. Yes. Yes. Really tasty. It's nice. Yeah. Please enjoy yourself. Thank you. Thank you. 苏先生。啊。哦，这是杨虎城将军。孙夫人好。请坐，请坐吧。啊，孙夫人请。请坐吧。哎，杨将军，我知道你人虽然在国外，可心早就飞回国内了。是啊，孙夫人，我哪有心情在国外考察呀？这几个月，我是天天盯着国内的战事，一直请求蒋委员长能让我回国，可他始终不答应。这次，宋子文给我打电报说让我自动回国，我想这肯定是蒋委员长的暗示，他总算答应让我回国效力了。老蒋有没有说让您回国做什么？宋子文在香港接的我，他给我看了蒋委员长要在南昌接见我的电报，具体怎么安排那得等见面以后再说。多事之秋啊，杨将军小心为事。嗯，杨将军，以我对蒋介石其人的了解，弄不好张学良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蒋委员长的为人我心里很清楚，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就算他睚眦必报，他也应该以大局为重吧。希望是这样，毕竟国难当头，咱们这些在香港的左联文人也在计划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小潘明天去上海就是跟这个有关。好啊，这样大家能各尽其能，何愁小日本打不跑啊。正是。谢谢。Norman Bellew. Thank you.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Where are we? Now, we are in Henan Province. It's one of China's poorest places.The scenery reminds me of Canada. Reminds me of Spain. I arrived in Spain to support the anti-fascist fight there. The capital has fallen.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also been in decline.全国上下一片亡国论调，在国民政府里，在国际上到处都存在。不久以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还跟蒋介石说，中国现在到了该结束战争的时候了。一个国家越是妥协与悲观，就越容易遭到侵略与屠杀。反抗才是争取胜利的唯一途径。同志们，我们有45000000同胞，而日本只有区区7000000。当我们全体民众都站起来抗击敌人的时候，
日本的攻势一定会有强便弱，我们离胜利也就不远了。所以啊，要问我中国的出路是什么，那就是坚决不投降，坚决抗战，绝不动摇。同学们，今天的会啊，就到此结束了，散会。主席，哦，什么事啊？周副主席的联络员李兰同志到了。哦，他到了，他是从香港来到延安，可算是远道而来呀。是啊，他还带了个更远道的，白求恩先生。哦，白求恩先生来了。好啊。戴元同志啊，我看天不太好，可能会下雪，要不把他带到我的窑洞里来。是。